第31集，火锅店，秦敏与鲁冰冰约饭。秦敏端坐在火锅前，隔着缭绕的热气，看着坐在他对面的鲁冰冰。鲁冰冰捏着小口杯，一杯又一杯，连灌了自己3杯白酒。秦敏看着他到第4杯酒，依然冷静坐着。鲁冰冰倒满酒，刚拿起杯子，眼泪却差点要掉下来。放下杯子，捂住脸，好久才平复了情绪，把捂着脸的手放下，眼睛红红的，夹菜，大口吃。秦敏试探性的开口说话：“哟，这么晚喊我出来吃火锅，你要不说点什么能让我听得进去的话，以后咱俩最好就别再联系了。”鲁冰冰丧气地说：“我都这样了。”你就不打算安慰安慰我？